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，今天我吃的是这些，噔噔，今天是红彤彤的，是不是啊？糖醋系列，哎，这样吧，这样看，这里边有茄盒、丸子、煎蛋、面藕，还有酸菜馅包子，这个包子是昨天玫瑰姐包的，糖醋系列喜欢吗？火鸡面，好久没吃了，喝的老蜜。先造荷包蛋吧，刚才我煎的时候可馋了。呀，滴了。酸酸甜甜的。我咋没煎成糖心的呢？糖醋丸子，大茄盒，酸菜包子，这酸菜吃起来就没完没了的，那么卷一圈儿。底儿是脆的，哇，香啊！可香啊，这是面藕，哇，面藕好好吃，哎呦，我看这个火鸡面正是我要的那个效果，干隆的。
我这火鸡面又加了点辣。好吃，嘴都红了。卡路里充值成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